们在推的那个它的燃煤方式，燃烧电发电方式，就是它是用石油焦跟生煤。那这两个里面，煤不是只有碳而已，它里面还会夹带很多其他的重金属。石油焦就是更多有其他硫什么，其他也是会有重金属。它们的来源都是底层的那个原油嘛。它石油焦是它炼油之后剩下的最底层的废弃物，因为炼油之后不是会有一些废弃物像沥青拿来铺马路，然后它是比沥青还要在更底层的废弃物，所以就可以知道它其实是非常的毒的。所以就是刚刚讲的这个，像这就可以看得很明显，说它是一年会产生像140万吨，像台中火力电厂跟那个中钢小港都没有那么多。大家应该大家想象就是像那种油罐车，它大概是记得是三十几吨或40几吨，然后14万吨就是那种油罐车的好几千倍，对啊。这就是刚刚讲到的这个寿命损失是几百天或者是几十天这样，每个人平均一生会受到，因为这个这是单单六氢污染，还有其他的没有算进去，会减寿大概3分之1年左右。刚刚讲到的那个，如果是就是这个是一个本小利大的，就是它可以就是改善少部分制程或原料，然后就可以大大改善污染，所以我们才会推这个大家觉得比较有可能的，然后有具体时效的来作为我们的诉求。对，好，可以。那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公投，就是会我们是可以讲一下。就是很多人可能会问说，那个滚轮就可以上下。嗯。就是很多人可能会说，这个全台湾是不是全世界都在烧啊？台湾这样子真的办得起来吗？其实不会，就是因为全世界像这些国家，法国、美国、丹麦，甚至连大家觉得比较落后的中国大陆，它也是目前是如火如荼的在推动禁烧煤跟石油焦，他们也都是换成天然气。虽然天然气也会造成温室气体，但它已经减少60%，然后它其他的重金属几乎是没有。对，好，谢谢。请问一下，那个台湾其他地方也是烧？等一下就会讲到。下一个。那个刚刚那个，对，就是可能大家会觉得说台湾是不是国情不同，但其实没有，就是说这边台湾有12家天然气发电厂，然后其中有7家是民营电厂，民营就是以盈利为目的嘛。但他们这样都没有赔钱，甚至那个彰化的发电厂，他还是扩建那个他的天然气发电机，代表说他有赚钱，他才会再继续扩产。所以其实是可行的，只是看要不要做。的确，以六金的角度来讲是会少赚，但是其实我们认为是他应该要尽的社会责任，不是为了把获利极大化，把所有的环境成本跟社会成本丢给这个社会。你的意思是说，台湾有12家天然气电厂，但是六氢却没有天然气电厂，这个意思吗？对。那六氢是什么电厂啊？它是用燃煤跟石油焦。哦，燃煤电厂，所以它没有天然气电厂。没有。哦，这样子。但是它自己有产类似天然气的那个液化石油气，它已经有这个原料，但它是把这个液化石油气对卖掉，然后用它自己产生的废弃物。再用废弃物去发电，还有生煤，因为生煤比较便宜，或者是煤炭，其他煤炭比较便宜。对，它没有，对，它就是这样子可以获利极大化嘛，对吧？那个有那个获利差值会差多少？这个具体数字我不清楚，不过应该是上千亿只，几十亿只普。对哦，这个我真的不清楚，像这个民营的气电工生产，事实上现在扯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们的电卖给台电，它是可以赚钱，是因为它用比较高的价钱卖给台电。所以他们会赚钱，是因为可能是那原因较多。对。可是台电它自己本身的火力发电厂，他们也在为了环保，再把它改善，然后要往天，全部往天然气方向做。对。所以我觉得那个可能是，应该是可以更，就是可以更去了解的部分，因为那个应该虽然花钱，可是不会很难。就是因为台电的毕竟还算是国营，所以它受到的压力会比较大，或者它改善的确会比一般的这种像六氢这种会可能就容易要求台电这种，对，他们应该
来做。对啊，因为他毕竟是拿纳税人的钱，所以他比较容易去要求他去改善。而且他的确，像台中的发电厂的确也比较相对于六轻比较公开。嗯嗯嗯。好，谢谢。像刚刚，这个他，里面他其实那个发电厂大部分的电都是卖给台电，他只有那个卖寮的起，他只有台塑化的那个发电厂大概是60%自己有，因为可以卖很多钱。对，他就是，卖的很贵，然后他自己跟台电买回来的电比较便宜。大概是卖，我记得是卖3块、4块，然后他买过来的电是2块多，对，他们就每发一度电就赚一度电。好，这个之前还有被那个，我觉得监察院吧，纠正，就是他这个刚刚讲的高卖低买的这个行为。好，对啊，就是大家其实是用这些电价的补贴，其实是用大家纳税钱在补贴这个。然后就讲到这个公投，我们是一户一户一户去拜访，就像地毯式的，尽量让每个人都知道这件事，不然这边的资讯其实非常的不发达，就是因为他这边的老人家很少在看，在几乎是不用电脑，然后电视其实也很少看，最多就是听广播，那广播大家也知道就是不会认真听，对，然后电视就算他有看到的话，他也很少报这个有关六轻污染的问题。像很多最近在报的人，很多也是怪罪于大陆飘过来的，或者是就是他短短的那几分钟，还有那个下面的跑马灯跟下面的标志，很难让人全面的了解说这个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对，所以资讯来源是非常的少，然后也没办法了解得很深。对，好，可以下一页。就是我们就一户一户去请他们联署，并且投票，投说你同不同意禁烧石油焦跟生煤。然后，但是我们是希望说他们是真的了解说这个，对，他的这个我们在推的公投的内容是什么，了解了认同了才来投票，不是就是什么都不了解就可以直接投票这样。我可以问一下，你们这样一步一步去扫的话，一步花多少时间？你们有做一个像所谓什么懒人包那样吗？就是有一个像我们这个这边。懒人包也必须是纸本的，对，就是这样子，等一下就可以采访志工，对啊，就是一户一户这样子讲，翻给他们看，这样子讲完差不多要花多少时间？30分钟啊，就他们会问一些问题，这就是你们的卷报吗？我带了80年代的，对啊，就是好像那个卫生所阿姨要去，那你们有演行动剧吗？真没有演过，不过是有想过这个，因为来演一下，快不告诉你了。不要演戏，就是因为的确是，如果你直接跟他讲那么深的话，他了解很深。对，我们是有想过这个。理论上他愿意让你进去讲就不错了哈。对，而且这种最野的人没有耐性。对，就在我们每讲10户才会有1户答应要投同一票。为什么？因为有些人是他可能是六轻，他家人在六轻工作，他会担忧这个影响工作权。但其实我们这个诉求不会影响到工作权，它只是六轻的获利少一些，还是很赚。然后而且它换天然气的同时，它的旧有的基础还是可以继续营运，也不会有缺电的问题。然后它盖新的天然气发电厂，更需要更多人力，反而是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有啊，你有跟他讲基础吗？有啊，当然要讲基础。你讲说10户里面大概只有1户同意，那表示说10户里面有9户可能是都是在六轻的工作，对，是这样子。他的亲友，亲友，对，或者是觉得这个诉求不合理，或者是他没有不认同，不了解，我不 care 这样子，对，不在乎这件事，因为他不知道他这个污染这么严重，会影响到人的健康，因为这是长期的嘛，你可能十几年才会有明显的感受，如果这是立即性的，可能一两个月你就生病的话，但不会是现在大家觉得不在乎这样。事件已经10几年了，不是该有很多人了。这就是它的两面性，就是它十几年影响很大，可是也是因为它存在十几年，大家也习惯它的存在，然后觉得难以撼动。对，因为大家就既有头脑里面能够想出来的办法，就是以前就是去抗议，或者是然后那种抗议通常都是要赔偿，对，就是头人拿到好处，就是在地的村长或者是乡民代表各种政治人物，对。
然后他们就觉得回应上次说，那是不是没有其他办法？因为最多好像就是拿钱来补助，可是那个钱可能如果你生病的话，连医药费都不够。像这边就是，如果我记得是涉及五年再卖寮的话，每年会有7200，就像换算起来一天才19块。买保险都不够。对啊，你19块一天买个红茶都没有，那是。那我不能提到这边的保险公司会不会对这边的像医疗险特别的限额？你说把它保费提高吗？会不会有这样？这边会限保吧？目前是没有听过。真的吗？一样，还好我不是保险员，保险的费率是一样的。对，因为没有因为风险比较高而提高保费的费率，像航空公司空服员跟那个驾驶员，他们是航空公司那个保险公司是不投保，不准。等到保险业者认同这个风险的时候，他们就成功了，就是等于他们成功。就是说，那个是一个可以现在是不许的一个方向。这可以等一下问问看那个民营级，就是他是以前是做保险，他现在有接一些六千里面员工的保险业，就可以问问看这个。因为商人对于钱一定最了解嘛，他们只要觉得有这个风险。然后，甚至如果他们有办法 push 他们去增加一点点的，真的这样就成功了。那个方式要靠公民记者报。会像都会区的人民这么需要投保吗？他们会投？他们应该没有，很少人投保，应该很少投保。对，所以这个可是未来，因为我们在推长照这件事情。所以这个所有的不管是医疗险啊，这是政府不管怎样，这是一个那个名次大开的一个重要指标。就像我家当年买的是那个山坡地，那时候贷款也下了，后来林肯大郡事件之后，我们家卖不出去是因为不给贷款了。对，不给贷款了，因为贷款没付完房子就倒了。对啊，不知道。就等一下这个可以问那个。对。那我想请问一下哈，有关于这个比例对不对？这个是什么时候的统计资料？那看这个样子也只有个位数的人啊。应该如果说他这个有这么大的风险，应该是百人千人生病，不是这个位数的人生病，在每个地方都有这些人生病，还是说因为他的年龄层降低了带来疑虑，就是说他的年龄层比较低就生病了？是这个意思。的确是有那个大数字的研究，就是詹教授刚刚讲的，他说他是以3000人作为那个统计的，以3000人一个基准，对，3000人里面是这样子。哎，这当然是我们举出的个案，但是不胜枚举。不止啦，就是他统计出来的是罹癌率有上升，大概快要2倍，这边的罹癌率。它的总人数到底是多少？这边麦寮这边是43000，然后台西那边大概2万。没有，全部都有加起来，然后跟罹癌的数的比是多少？这个他那个可能自己可以上卫生署网。这边因为我不用自己在上网，我问你啊，你应该比我更清楚、比例是它是每万人大概。没有，我的意思是说，总共的人数，然后跟你调查的罹癌率这样的比是多少？对，我现在就要讲这个，就是每万人大概快400个人。这边会罹癌，然后但是全台湾的平均是每万人大概200人，哇，一倍。你说这里有总共40000人，然后200个人的罹癌症，不是每一万人，所以如果你乘以4的话，乘以4，100个人，来1600，对，乘以4，1600个人，对，就是总人数40000，我听清楚吗？总人40000，40000，所以1000，大概1600个人罹癌，对，是这样。对啊，4%，这样会很高吗？很高啊，这已经高出全台湾平均了。啊，为什么我们政府没有重视？如果你觉得这么重要的话，这么高，他如果重视的话，这个政府就成功了。啊，重点是你要怎么做才会重视？等一下，我先讲，就是这个他重视的话，他这个他们政府所相信的这个经济体的话，就不用再就是不能不可能在这边再去设厂。啊，你们努力多久？2年多。对，但是之前的确是有，走偏了一些道路，就变成比较像是压力团体似的，只是单纯的要求政府，但没有扩及到这边的居民，让他们充分理解、认识，并且讨论。这里的居民不认识你们？不晓得你这个工作是在哪里，完全不知道。但是有，应该是有听过我们的。没有，完全没有。那你们叫什么？对，然后没有，先听我讲清楚，我在这里已经迷路了。我从跟那个他联络，跟你联络，然后在这里迷路不止，所以我觉得非常强。你多久？重点是在于，我问这里当地的居民，没有人知道你们，然后卖
什么萧仁错，对不对？从那里来哦，然后一路到那边去。